啊，我刚才出门一看，这个今天的天呐，特别漂亮，啊，所以我赶紧拿个相机出来，我说我拍一下，因为现在这个时间正好是这个太阳下山的时间，今天呢又是个阴天，然后这个时候刚出来一点点太阳，马上就要没有光了，所以说呢，我赶紧趁现在出来，我去拍一些这个，比较漂亮的这一些画面啊。 走一圈。 大家看后面这个景，太漂亮了！这个景，好，赶紧抓拍几张。哇，这个很难得一见啊，这个火烧云一样的这个风景。 今天的这个景啊，真的是很难得啊！我来美国那么长时间，我第一次看见就是这样的一个景色，正好赶上了。今天是又有阴天，然后又下过雨，然后这会儿呢又出来了太阳啊，又赶上这个时间，正好是傍晚啊，就是有红有灰有蓝有青，颜色特别丰富。这块也不错哦，再来几张。 跟我干上了，我走哪他停哪。现在终于走了。这个景呢，也就十分钟吧。现在马上就要没了。你看，我刚才拍了一会儿，我刚拍了十几分钟，现在天已经黑下来了。几乎已经光已经不行了。刚才那种五颜六色的颜色已经几乎没了。所以我刚才幸好抢得快啊，抢了几张照片。 行了，好像已经不行了，这个也就这几张了。 太冷了，这个天气啊，今天突然降温，一下子降到零下了。今天上午还没那么冷，现在已经冻手了。现在。
非常非常冷，这天这样天气吧，特别容易感冒，一会儿冷一会儿热，而下周好像又回温回到十几度。现在又过了十分钟，啊，天又变暗了一点，这个后面的景又不一样了。好，再来几张，你看后面已经变得更黑了。这出来戴个帽子，这帽子还挺讨厌的，一对镜头的时候，这帽檐老是顶着那个相机，所以就给它反过去戴。啊，现在已经黑了，天已经彻底黑了，我的手已经冻僵了，今天实在是太冷了。行了，我现在得赶紧回去了，我儿子还在写着中文作业呢，我正好给他在教中文呢。我老婆正好回来了，她让我出来车里拿一个东西，然后出来一看，哇，外面太美了，我赶紧就出来拍。我现在有半个小时了，我赶紧回去，我儿子还等着我呢。啊，行了，啊，这个美景没白出来跑一趟啊，这美景。We sink into